大家好，我们是双碎报，今天想看部好影集吗？这次要介绍的是在斯卡罗里面最令人同情也最具生命力的醉氧。我们在影集开播以来分别做过斯卡罗宇宙懒人包，介绍影集中的三大剧情线和众多角色，以及在杨大人真面目的解析中解开万巴德、碧麒麟和李仙德这几个或许你我不太熟悉的历史大人物。不过随着剧情推展至今，相信大家都被醉雅这个最复杂却又最具血性的角色给震折住了。醉雅作为社寮的头人，领导着廊桥最小的聚落，先是夹在闽南和客家当中维持三方的平衡，更是夹在生番和外来势力中被迫选边站，随时都有可能被牺牲甚至被歼灭。然而乍看之下，外表猥琐、巧言令色、毫无道德底线的醉雅，在我们心中却是最有智慧又最具人性的角色了。在编导细腻的设定以及影帝吴康仁的诠释之下，醉雅为我们展现了一颗棋子是如何奋力一搏，在诡谲的棋盘上走出自己的生存之道。所以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想要聚焦在醉雅这个角色去做深度解析，包含了社寮的优势和劣势，以及醉雅的三大生存之道，并且从吴康仁的专访中挖掘出更多醉雅的内心挣扎。另外感谢剧组的赞助，我们准备了斯卡罗团服和徽章要送给大家，抽奖办法请看到影片最后哦。在继续看下去之前，请先订阅我们的频道，并且按下小铃铛，也欢迎到各大 Podcast 平台上搜寻那些电影教我的事，听更多吴康仁的完整专访。相较于保利400人的客家聚落以及柴城1500人的闽南聚落，社寮只有200多人，是廊桥里面最弱小也最被汉人瞧不起的，因为他们是有平埔族和闽南移民结合的混血后代，也就是 Tosay 啊。不仅如此，因为人力与土地有限，社寮以贸易为生，是三大聚落中最匮乏、最容易受到外界影响的。不仅住屋矮小，三餐吃地瓜配咸鱼，也因此只能够紧紧吸附着生番生存，并且利用生番来钳制其他汉人。在罗妹号事件发生之前，这三个聚落衍生出一种平衡，而夹在保利与柴城两强中的社寮很清楚自己的定位，不管是为生番监控汉人，或是作为多方打交道的窗口，只要有机会就会穿针引线，甚至见缝插针。另外也因为社寮是唯一有对外港口的聚落，主导着对澎湖的贸易，除了海产以外，更是涉及私盐、私枪、人口贩卖等等交易，这也让两大聚落和生番更需要社寮。然而在罗妹号事件发生之后，醉雅尽力维护的平衡就被破坏了，他不仅得要拉拢柴城和保利，还要提高自己在生番面前的价值，更得要提防清朝官兵和洋人的调查和与管控，这让先天不足又后天失调的社寮面临了前所未有的危机。然而这一切却在醉雅的谋略之下，让社寮得以存活至今。而醉雅在过程中的起心动念以及他造成的后果，更是值得我们用来借鉴了。他其实蛮悲哀的，身为水仔，身为偷神啊，他想要塑造出一个借镜吧，不管你要借镜谁，但他的确是一个自认为的弱势，他也的确是弱势。那水仔的每一次动念都会影响到他的走向。对，那我希望大家看完以后，面对到这样的人，也许我们身上都有这样的基因在，因为我们的确在为了很多自己的利益的时候会自私一点，可是水仔他最后达到的目的，他只要求他的成果，我只要达到我的成果，不管我中间的过程有多卑鄙，有多么邪恶下流，对，所以就是蛮人味的吧。我们生下来成为一个人，那你到底是什么人？那你在什么样的环境长大？那你的周围到底有什么？那这就是跟我们的人生现阶段一样，只不过我们现在有教育，那我们似乎文明了一点，但其实反过来把这些外加的东西拿掉，其实大家都是水仔啊，对啊，只是你要用什么样的方式去成就你自己，或者是成就那些你想要保护的人。对，那有人可以做得干净一点，那有人做的就是像水仔一样粗糙一点，粗糙一点，心机重一点，是啊，要脱身啊！旱季是吃一死啊，啊死了后拖来一条，受过甲旱季受对过。过去啊，后世人投胎做旱季，咱交早晚抽水，
有什么事情来写了找我？即使影集并未交代醉雅的成长背景，但因为角色刻画完整，演员表演到位，让我们从第一集的第一幕就可以很快看出他的人格特质以及个人的困境还有目标。醉雅的第一个特质就是懂得审时度势，从廊桥不下雨就可以推测出聚乐之间将会发生械斗。乍看之下，他先用地瓜当作酬劳给阿杰，后来被要钱了才给钱来看，会以为醉雅是个势利鬼。然而他却又跟阿杰说，需要帮忙时可以来社寮找他，或许他本质上还是会心软的。然而作为头人，他得要看顾不仅是自己的生命，还有整个聚落的延续。也因此，当有任何会马上危及这个目标的人事物，他都能够当机立断，毫不留情。例如从第一集的领了工钱就要认命这句话，就可以看出醉雅的中心思想，那就是托谁啊，唯有认份的为生番服务才有机会生存。这也就是为何他在整出影集中都在想办法要维持现状，不能让生番消失。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回顾几个重要的审时度势时刻吧。在第一集中，罗妹号事件发生不久，其中一个被生番国手的洋人尸体漂流到了社寮的港口。当众人还在担心晦气的时候，醉雅已经想到这是生番的作为，如果不赶快把洋人的尸体竖起，让生番看到自己的立场，那么社寮就会遭殃。也因此，当醉雅看见林老师和阿杰居然要把生还的水手送到官府领钱，当然不能放这三人离开，要不然生番追究起来，倒霉的也还是社寮。于是他决定痛下杀手。然而到了第三集，台湾道台派了通义来廊桥施压，要他们交出生番凶手时，我们可以看到冲动的保利头人林阿九直觉反应就是要杀官兵。相反的，老谋深算的柴城头人朱一丙却担心被盯上，推脱要社寮自己去处理。在众人吵成一团时，冷静的醉雅立马揣测出清朝官员的心思，想出弄假人头来交差了事的计谋，不仅出钱还出力，包办了最肮脏的工作，把死人头颅熏黑，掩盖死者身份。直到后来第七集中，官兵与洋人们准备要进来廊桥时，醉雅也很清楚，一旦朱一丙和林阿九想通了，决定倒向清兵，那么社寮只会更加被边缘化。不仅因为社寮本来是生番在罩的，本身的价值在非法贸易，而且作为混血聚落，在汉人社会更是没有地位。也就是说，他很清楚原先的三足鼎立对社寮来说是最好的现况，当柴城倒戈保利拿到资源之后，迟早也会跟着升旗，那么无足轻重的社寮升不升旗就根本不会有人在意了。所以醉雅不仅为朱一丙分析态势，包括官兵来之后粮食会不够，会被课税，会被管控私盐，甚至被生番报复等等状况，后来还恐吓林阿九自己要去跟总兵说他曾经想要埋伏攻击。他表面上好话说尽，语带威胁，因为自己早已经从大处着眼，沙盘推演了社寮在这当中的利弊得失。这些就是他不断在为社寮审时度势、当机立断的生存之道了。全台湾都有汉人当大的所在，阿南离开南疆。咱只会当把罪犯斗一卡，至少尽管心情好，等一点久，你也无等我们去。醉雅在做任何判断时，都一定是以追求社寮的最大利益来出发，而他之所以能够保全社寮至今，就是因为他深知自己的处境和价值，从中选择最实际也是他最擅长的，那就是展现利用价值。对强势者来说，弱小者需要事成以及展示自己的功用，才有生存以及扩张实力的机会。对于社寮来说，掌管他生杀大权的就是生番斯卡罗，再来就是刘总兵，而扩张势力的机会就是保利和柴城都抢着要的统领谱。所以接下来就让我们看一下这几段关键的剧情，展现醉雅试图在证明自身价值的同时进而拿下统领谱。在第一集里，因为保利林阿九的冲动，让统领谱被斯卡罗收回。与此同时，醉雅看到了生番内部的矛盾，进而先后向接班人朱雷以及二骨头伊莎献枪，以换取统领谱。不过最后让他成功的是醉雅向喝醉的朱雷跪下，并且开始学狗叫的那一场戏。
地来金哥啊金哥啊。醉雅被朱雷呛声，居然摸不清楚清兵到底有多少人，一点用都没有。此时的醉雅知道光是事成自保已经不够，他得要在火烧屁股的申番面前证明自己的用处，也就是说成为申番唯一可以信任的对象。也因此他把柴城跟保利都卖了，换得日后在统领浦设置交易所的权益。不仅如此，他除了是第一个通报申番洋人的行踪，后来也带着乌比娜进入柴城四处查探，将申番看作是自己的主人来拥护。然而当醉雅发现刘总兵从柴城视察之后跳过了社寮，他最深的恐惧就出现了。当不被在意没有利用价值的时候，就准备要被牺牲了。他当然知道在申番面前不能够跟清兵或洋人太过亲近，但在两强快要短兵相接的时刻，他也知道得要使出缓兵之计巴结总兵。然而他没预料到李先德这么厌恶自己，而且还被指控是申番夜袭的始作俑者，不仅让自己被绑上十字架，藏在统领浦的粮食房屋都被烧毁。不过一无所有的醉雅却在最凄惨的时刻继续发挥了自己仅存的利用价值，助长火势。接下来就让我们看看为何醉雅要这么做吧。当我们看见醉雅被绑上十字架以及统领浦被烧毁之后，一定都会以为醉雅助长火势是因为太过绝望失去理智的崩溃行为。然而很快却发现这是醉雅在被迫升级之前最后的自保方法。原来他得要让火势够大才能够让申番看见社寮的绝境，看到他们是被逼得不得不升级，也就是说就算他保不了统领浦，至少也要保住族人的性命。来到了第九集，醉雅带着陷入饥荒的社寮族人们来到保利求助林阿九分粮食。然而记恨醉雅的林阿九不仅不肯分粮，还落井下石的呛虾总兵将会把统领浦分给柴城跟保利，要社寮自生自灭。然而已经饿昏头的醉雅居然还可以在被赶走之前继续挑拨离间，提醒对方跟柴城分统领浦不怕分到荒地吗？到了第十集，当社寮已经被迫升旗，但这个时候帮申番走私的枪支到港，陷入千钧一发的紧急状态。即使影集没有演出细节，但是我们猜测按照醉雅当机立断的生存之道，他一定看穿大家都缺粮，即使是走私也会抢着要。于是他趁机将枪藏好在屋顶内，选择让粮食曝光，好保全真正重要的东西。果不其然，即使因为申番来取枪，他冒着被斩头的危险，还是选择在最后一刻跟阿杰交换条件，为其他族人的将来做打算。你不打人头的路地，我想要搞我当年没冲上另一点八个人，我今晚是能平地红毛村汉鼎社群后面还有什么人要来不知道的，你找换诈骗的消息那给一点点就给找困难。从醉雅多次陷入绝境却总是能够在当中找到转机来看，他的意志力和生命力实在是非同小可。即使因为曾经饥饿而绝望地去抢食生米，但他从不放弃生存的机会，就算要牺牲也会在同时换得族人们的最大利益。所以与其说醉雅是自私的，但他为族人们算计时却又是极度的无私。在编导立体的刻画以及吴康仁精湛的演出之下，醉雅在夹缝中求生存的无奈与恐惧都让我们感同身受而胆战心惊。而其中最震撼的是第九集吴康仁临时起意吃生米的片段。我觉得大家看斯卡罗可能有点比较难去习惯的，可能是因为很多暗场交代、很多的东西是需要去靠整个氛围的延展。那水仔在那个阶段就是很饥饿，他就必须要吃到东西，那都已经快死了，但至少要当一个吃饱的鬼。对，那我就想说躺在地上就有那个草，是，然后就抓了就吃。不是，
早而久之。对啊，而且最后就是又刚好搭到说那个头型啊 不配吃白米这件事情、嗯、可是最后在他为了自己的生命搏到最后一刻的时候，那我拼死我也得要吃一口白米我再死，对，来证明说我不是你们嘴中讲的那么的不值。在访谈最后我们也问到，从饰演朱亚或是整出影集里面至今和他个人连结最强的感触是什么。他提到了饰演卓七笃刚刚因病过世的查马克老师。如果说水仔他是一个借镜吧，那我觉得查马克所饰演的卓七笃就是一个理想化最好的实践者、嗯、只能说理想化、嗯、希望有这样的领袖跟希望有这样的人存在着、嗯、带着其他比较没有方向无助的人走到一个和平或是一个、嗯我们希望的境界吧、嗯、那这部戏之后反而去因为他的离世，对，那我反而去了解这个人才发现说我身为一个人他可以付出这么多默默的，因为我们总是希望看到 成功的人带着成功的背后的原因跟我们分享，对，但他在还没有成功的时候他也就已经为着他的族人甚至古语不断的传承、嗯、当一个好的老师，直到这部戏有点可惜就是大家还我觉得他没有来还来不及看就是亲眼看到大家对他的掌声吧、嗯、因为他的表演是非常撼动我的、嗯、他的眼神跟内化这个人的样子、嗯、他有一句口头禅叫以善凿造，以善就是成为、哦、那凿造就是人是、嗯、成为一个人，上一个访问我也讲过这样类似的话、嗯、那就是成为一个人成为一个好的人成为一个成功的人成为一个脚踏实地的人，我觉得这个背后你可以加注很多的注解在上面，那我觉得斯卡罗不就是这样吗，他们每个人都在里面想要成为一个人、嗯、那水仔就是我想成为一个活下去的人、嗯、那才成就是成为一个得力的人，那就任何一个人都是一样，那就像李先德我想成为第一个踏上美丽宝岛的人、嗯、把文明带给这个岛，那蝶妹呢，蝶妹她又是想成为什么样的人、嗯、阿杰呢，阿杰想要摆脱过去成为一个坚强的人，那每个人都是一样，那我觉得斯卡罗的背后其实就只是在讲一个人的故事。看到这边是不是很期待斯卡罗最后的结局呢？我们建议大家先用理解一个人的故事的角度去欣赏这出影集，之后对于哪段历史事件以及历史原型人物有兴趣，再去阅读我们推荐过的毕淇淋和李先德手记，也可以在 YouTube 中找屏东县政府出品的纪录片《社顶的孩子》来看。另外我们也会在完结篇之后上传和吴康仁的完整访谈，里面不仅会深度解析最后一集的悬念，还会听到他分享最雅角色灵感居然是来自于他的闽南语老师金枝演社剧团的二哥，还有里奥纳多·迪卡皮欧。虽然大家都知道他为斯卡罗苦学三种语言挨饿瘦身，但绝对不知道他一度晒到脸皮都掉了一块，自己的背包和写满笔记本的剧本还在火场中被烧掉，还曾经目睹灯光师被水牛铲到半空中的故事。如果你有兴趣听到更多秘辛，欢迎到各大 Podcast 平台上关注我们，也欢迎在影片下方留言告诉我们你的感想，就有机会获得斯卡罗团服一件和徽章一套哦。我们每周都会有新内容上线，除了 YouTube 之外现在也推出了 Podcast， 欢迎到各大平台搜寻那些电影教我的事。